我们这儿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们打烊了，您什么事儿？你怎么来了？变成人改黄毛了，自己来的，跟父母说了吗？还是知道你来了？你也不会说人话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会说话呀？会啊，刚来地球的时候全学会了。那我问你问题，你不回答我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说吧，为什么来？秘密。你还敢跟我说秘密？咱俩打小就认识。说，是不是小时候自己偷来地球那回事儿？你来找他的吧？我就知道，你怎么还没忘了他呀？这都多少年了，啊？所以你要帮我找到我的小哥哥，然后让我留在地球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回喵星告诉他们是你骗我来地球的。哎，你还学会讹人了是吧？你自己偷着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行，别哭，就受不了你哭。行了，看在咱俩是发小的份上，我帮你了。哪天来地球？今天。今天？那从明天开始，我得给你倒计时了，因为你用喵星人的身份，只能在地球活365天。时间只要一过，你马上就灰飞烟灭。所以你最好在这365天里先变成人，再慢慢找你的小哥哥。在地球生活不是不行，但你必须严格遵守我下边要告诉你的铁律。一，在地球
永远不能在人类的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因为那样很危险。二，不能碰薄荷。三，绝对不能和人类接吻。记住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薄荷和接吻能让你的身体异化，瞬间就能让人类知道你喵星的身份。但是如果跟你接吻的人是真爱的话，那你就变成人了。真爱？对啊，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365天以内找到真爱，并且得到真爱之吻，你就变成人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要找到我的小哥哥，然后跟他接吻，变成真爱。行行行，爱找谁找谁吧。那你来地球了，想要一个什么身份？身份？就是职业呀。什么职业？你得有伪装，你不会什么都没了解就来了吧？哎呦，那个是什么啊？这个，这叫电视，是人类获取资讯的重要途径。陈梦露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久不见啊！那恭喜梦露小姐获得年度人气明星奖。那我觉得呢，这是实至名归。我要做这个。过奖了，过奖了没有？你要当电视？时隔几个月呢，你又带着你的电视里面那个大荧幕。听说你的新作品演的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非常讨人喜爱。那能不能和我们简单的聊一下呢？明星啊！阶段还没有播，所以我可能要保密一下哦。反正是一段虐恋，大家一定会看个过瘾的。那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的新作品将于下个月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，谢谢。非常感谢陈梦露小姐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粉丝互动环节。梦露姐，进来吧。沙发、床、阳台，里边呢是浴室，然后洗漱、厕所都在那儿，千万别客气，就当自己，真当自己家呀，脏不脏啊？洗洗再上床啊！哎呀，别滚了，洗洗去，洗洗去。有事叫我，就在楼下啊。哎呀，赶紧吃，吃完了你就走吧。你要赶我走？啊？不是赶你走，哭什么？哎，你不是想当明星吗？一会儿有人来把你带走，以后培训你。
培训是什么？你别管了，吃吧吃吧。好。你是不是得起个名字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你了。找一个你喜欢的东西，给自己起个名字吧。你叫三文鱼啊？你得起个人名字呀。近日，都市爱情剧《恋上喵星人》在桐庐开机，于心田饰演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宋子，众主创高颜值亮相。宋子，根据独具童话色彩的跨星球恋爱，筹备之初就备受关注。陈小姐，明星，电视里出来的。去，阿正，哎，去门口等我。好的。来了，梦露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孩吧？看看。叫什么呀？宋子，刚起的名儿。拿着，跟我上楼。去吧。地球那会儿还可爱。让我带走了。别走了。走吧。小宋子，记得常回来看看啊。您说要给我介绍个人，是哪位啊？导演好，我叫宋子。
哎呦，宋小姐条件真好啊，目录姐介绍的真是做明星的料啊。宋小姐，你会演戏吗？我教了一点，她很刻苦，也有天分。哎呀，宋小姐呀、啊，你真是太幸福了。梦露姐教过的人，戏一定没问题。一会儿，我想给宋小姐试一场戏，还有一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哦，灿烂阳光啊，我们铺一节轨道，机器慢慢推，这在我们行话里是直轨走进内心。哎呀，要把宋小姐拍的。导演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啊。宋小姐你去准备一下。嗯。哎，各部门注意了啊。哎，这准备准备准备，各单位注意了啊，来，轨道准备。预备开始。现在走过来的呢是宋子，宋子最近啊可谓是红得不得了，一部《蒹葭》不但让他一炮而红，更是让他拿下了这么有分量的影视盛典的奖杯。据我所知，他出道时间不到一年，一出道就参演了以陈梦露为主角的《蒹葭》，相信以宋子的实力和外形，后续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和惊喜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那个，宋老师啊，现在都等着您呢。哦，导演辛苦了，喝点水。哎，不了，咱走吧。走吧。来，各部门准备了啊！准备好了。对不起啊，导演，我不拍吻戏的。哎呦，拍吻戏这太正常了。要不，哎，导演，导演，我们合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在医院不能拍吻戏的角色。啊？
导演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哎，导演，谁签的？制片方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找地震？这事儿怎么？没有，洋洋，你这不是。好，放下，放下。导演，导演，进来说话。老师，你看，咱们拍这么好的戏，就是在艺术创作。这艺术创作是什么？来源于生活，要高于生活。接吻那不就是很普通的事吗？我就拜托拜托，你闭上眼，你就嘴一亲，我就咔，拜托。导演，啊，合同。拜托，老师。导演，要不 double？ double 我也都不行。double。什么叫 double？ 我拍这么好的偶像剧啊，就是要接一个吻就这么难吗？你们逼疯我是不是？我就是想接吻，知道不知道？爸爸，你在干嘛？嘘，他睡着了。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专偷流浪猫，给我放下。宋子老师，那边穿帮了，请您移步到这边来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啊。我跟你说，气死我了，偷猫贼。姐，马上到你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不是我不拍，是你那合同写的那。喂，喂，喂！哎，导演，你不用那么生气的。行，我们怎么着都能拍，好吧？我们都是按着合约走。我的导演，转场吧。那个，下一场还有他们两个接吻戏，又上热搜了。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转场，就不是那么转场，转场。怎么办啊，姐的，那个又上热搜了，这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们收工不拍了，不拍了，那这怎么办啊？我会求你的。不是，他这是恶意造谣，别让我见。明明不是这么回事，你看他写的什么？你们俩在干嘛呢？哎，姐。你去哪儿了？别提了，水。姐，我们收工了。收工了？不是还有场戏吗？不拍了。不拍了？你们干嘛呢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咱们走吧。走吧。哎，姐，我们没油了，咱们先去加个油吧。嗯，好。你们先在这加油，我想一个人下去散散步。姐，我陪你呗。哎，你好，加满。出来透透气，感觉舒服多了。嗯，这儿空气真好。哎，姐，你在那儿呢？
你要好好照顾他。好的，谢谢丹妮，拜拜。拜拜。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让我躲一下？就一下啊，谢谢。我们店里不卖猫，如果不是客人，请你出去。小姐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们陆总啊。我们店的原则就是以领养代替购买，所以我们在帮助这些流浪猫。帮助？嗯。你是宋子吧？那个，刚才是我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那麻烦你们以后对他好一点。嗯。好尴尬呀。姐。快快快！啊，今天晚上肯定很多记者，肯定很麻烦。你放心，待会我下车顶着，你们跟着我就可以。跟着你，你确定吗？没意思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问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说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说我呢？我就问你什么意思？我是问你刚才说那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我现在很烦。给我喝点水。好嘞，姐。你也收到通知了，嗯，走吧。陈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又给公司添麻烦了。
情。